那我们是不是先让心田要不要单拍一张？好，心田单拍一张，在这边谢谢 David， 来 David 请就坐，同时也谢谢 Tom， 谢谢 Tom， 稍微休息一下下，先让心田我们再单拍一张哈，来，单拍一张之后，我们再把我们推出来喽，来，我们先看看正中间，好，来这边黑色衣服的大哥，来这边。好，上面作画哈，那所以也请我们所有的摄影大哥们保持着你的相机，保持着你的 camera， 你的摄影机。我们在这边呢，先稍等一下，我们再把几个画面补拍完成之后，好 ，OK 吗？好，工作人员直接帮我们把，今年自己拿是不是？你要换，先跟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你的概念，大概来跟我们前面讲一下概念大概会是什么，来。因为今天是用播的嘛，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比较意向的，就是代表我自己，可能会有尽量我看能不能播出有一个心情，或是用刷的刷出一个心情，然后当然就是代表每一个时间，因为我对表的诠释其实从出道到现在讲过还蛮多种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瞬间都要有爱，这其实是最重要，不管是觉得时间要珍惜的是现在还是缅怀过去，然后但我觉得每一刻都要有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麻烦心田可以准备开始咯。所有这个我看我也稍微离开一下我们的舞台区，不要等一下连我都被播到了哈，来来来 OK， 其实 OK， 好，心田自己全部都交给你了哈。我们需要 OK 吗？今天有任何需要我可以帮忙的地方，直接跟我讲，没关系。哇，你要直接这样播啊？哇，这个可以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我们一度以为哈，感觉你看我们 David 都躲过来这边了哈，这个感觉很像陈抗团体会做的事情啊。来来来，所以好，来好，没问题啊、大家准备好相机，我来倒数三二一，可以吗？心田 OK 哈？好，请稍等，准备哦。三二一，哇！哎呦，帅帅帅哦！哇！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紫色紫色 ，OK。好，来，工作人员帮我们随时准备一下布哈，来随时准备一下。接下来呢，心田准备的是哇，粉红色。好，好，先顺一下，顺一下。哦，这次是拿到的是油漆刷哦 ，OK， 对呀、还是哈、讲到这个爱心的话，无时无刻都记得要有爱哈、哇，其实用的这个粉红色还是可以感觉得到，稍微有一点甜美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来，今天不要忘了，我们随时照顾一下每一只相机哈、每一个角度，好。还想要来别的颜色吗？还想要来别的颜色？好，还要别的颜色 ，OK。来，心田这边哦，好。OK， 好，下一个颜色要出动了，是不是？好。好，接下来是水蓝色，我们看哪里还需要加强的地方。是不错，下次如果有那个抗议团体，不要忘了可以 cue 一下心田。来来哦，其实对啊，这样子移动上去，感觉有一种普普风的味道就出来哈。我们总经理 David 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，就这样完成的时候随时告诉我们哈，不需要一定要把每一个颜色用完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一下正中间喽，那么再做一个画面哈，帅气的，对。可想而知，我们那个舞台的后方哈，其实后面也是一样，相当的壮观哈。刚刚在后面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心田以及这个在作画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想法。今天他同样的非常兴奋啊，可以在现场可以用这么样的大胆的，然后是非常率性的方式，